该车交通违法累计已达584次，驾驶证记分1695分，罚款达78000元。因此，我们立即对该车纳入急刹补控系统。违法累计580多次，扣了1695分，需要150本驾驶证才够扣分的，真是让人震惊了。交警电话联系上了车主马某，谁知马某那态度还挺嚣张嘞。哎，那么些违章处理不了了，有的。你处理不了，那你得过来。怎么弄啊？你说。你先过来。啊？你先过来处理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嘴上光应着就是不见人影，还学会和警察打马虎眼了。你以为累积了这么多违章记录，你不来处理，警察就真拿你没招吗？天真啊！过来过来过来，驾驶有，驾驶有啊，外人。马某说，2012年9月份，他把车借给了自己的几个朋友开着。今年6月，他回到家中才发现车辆脱审了，还有了580多次违章记录。他估算了一下，光罚款就得交78000多块钱。他把心一横，干脆破罐子破摔，继续开着违章车辆上路行驶，最终被交警查获。